留给他外围。哦，这里很快在外线，这里林秉胜这里其实很快就做了一个阵容上的调整，高位的给球掩护之后，林秉胜再试出入角，球交给林秉胜，大胜 pick and roll 之后自己来了，带不对跳投出手得分。哇，他状况真好，林秉胜就一分差距，是67，撞过来之后空中的拉杆出手进的，林秉胜的出手得分还是要靠秉胜啊。李秉胜中间带不对跳投出手巨做一个后卫，但柯丹这场比赛篮板球抢了蛮多的。阿巴西接球被盖了，球拨打下来，陈文宏在地板上，林伟汉这边被李秉胜给抢走了。秉胜集体的抛投出手得分，克里斯没有人看守他，不过今天中信的三分也不准。啊，安多，安多大人篮下双手重锤灌了进去。看在灌篮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克里斯先被撂倒了，对，破七分那个关卡，对。哇，这边直接拿到之后，哇哇，林秉胜是怎么偷到球的？再回给丁丁，收球给地板，有点危险。救回来，秉胜后仰跳投，哇哦，哇哦，这也行。柯丹变换节奏过了，哇，挨了一锅，被盖下来。李秉胜再次的出手非常自信。艾德拿球右边来，撞开空间之后，艾德篮底箱球弹了出来，哇，这球没进。李秉胜带过来自己突了，再看一下林秉胜下篮板之后直接一条龙的上篮了，完全没有人挡得住啊，过一个过两个闪过谢亚轩，